坐落在适宜居住的莱茵州，波恩莱茵齐格应用技术大学紧邻科隆和波恩，它的三个校区分别在圣奥古斯汀校区、莱茵巴赫校区和亨内夫校区。我们是年轻的高等院校，无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外来词。我们这里以小团体和在个人氛围中进行授课、学习和科研。约40门课程都是以实践为导向和跨学科设置的。近1万名学生在充满活力和现代的高等院校中找到理想的学习和科研条件。外语、海外学习、国际联网，波恩莱茵齐格应用技术大学培养高素质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我们在最佳的研究环境中研究当前课题和主要的社会挑战。我们立足于区域，同时在国际上扬名。我们被认证为适合于有家庭的人的高等院校，将家庭、职业和学业结合在一起，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望您成为拥有多种机会的波恩莱茵齐格应用技术大学的一员。